现在美方的同事经常讲，现在我们需要护栏 guardrail， 我始终对这个说法有一定保留，因为我觉得如果两国关系行进在错误的轨道上，你这护栏有什么用？我们首先确保两国关系行进在正确的轨道上，你这护栏才能起作用。当然这确实需要双方的努力，需要双方都有足够的政治意愿，也做出足够的努力来实现这一点。总的来说我还是有信心的，这个双方现在不还在谈中美之间的相处一些基本原则吗？用我们的话讲，找到正确的相处之道，双方还在谈一些什么原则可以来帮我们找到这相处之道，我希望我们能够取得进展。中美之间其实很多问题上可以合作，我在华盛顿的时候，中美曾经在非洲埃博拉的问题上有过很务实的合作，甚至我们两国军方的医务人员在那些非洲国家现场都有，这为什么不能扩展到其他领域呢？这实际上在那个一带一路倡议提出的时候，在成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的时候，我们都找过美方，都希望美方能够跟我们一起参加，很可惜当时美方没有接受。如果当时美方接受了我们的提议，我们两国一起来做这些事情，现在的局面可能一样。